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这里是山东卫视全国首档大型明星美食互动益智节目《神秘的味道》，我是主持人小龙，欢迎各位。我听过一个理论，就是说女生都有两个胃，说一个用来吃饭，一个用来吃甜点，对吧？说一边担心会胖，一边又忍不住食欲。哎，是哎。对，但是咱们这里面最胖的也没有谁，也就只有罗西了。是吧今天这些甜点呢，我们是有一位甜点大师，哇哦，要来踢馆了。好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特别高的大师出场，有请。